娃，又是明雄带大家去部落去寻找好吃好玩好住的地方。我现在站的地方就是高雄市的茂林区。茂林区有三个特色，非常特别哦。第一个特色就是茂林乡仅有三个村而已，而且这三个村呢语言都不同哦。马吉姆姆，哎，刚才布林奥，布林奥姆，大家好。茂林乡每一个村庄呢都有自己的族语。第二点特别的就是这里有三星级的生态景观，紫蝶幽谷。第三个呢，哇，这边也有个国家级的哦，国家级的岩雕遗址，万山岩雕遗址。今天呢，我也约了我的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很特别，他也是国际级的哦，他是羽球国际级的球后的戴资颖，还有他的教练团。哇，我的偶像戴资颖来啦！呼 ，Hello， 耶！小戴，哇，好健康哦，哦，好发瘦哦，世界冠军呐、啊，就在我们节目一来不如出去玩。哎，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好朋友吗？好，我是小戴，然后这两位是我的教练赖建成跟万家欣，然后这位是我的体能训练师，他是范赞。这位是我的防护员，叫王思平。哇，欢迎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哎呦，我要感谢你，真的是播下这个时间，然后出出户外，来到这个美丽地方茂林。哎，既然来到这个地方哦，你们难得来，就来考考你们有关于这边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第一题，茂林区的人口以哪一个原住民的族群为主？好，第一，泰雅族。第二，阿美族。第三，卢凯族。三，卢凯族。请问你这么笃定是卢凯族吗？应该就是卢凯族吧。应该就是卢凯族。哎，答对啦！这真的厉害耶！好，第二题，茂林区有多少个部落呢？第一，13个部落。第二个，三个部落。第三，23个部落。请猜。二三，好，就十三哦。那建成呢？三好了，好，三公布，三个部落，恭喜你们，答对了。第三题，米其林旅游申请局给茂林区一处三星级的自然生态景观，请问是哪一个生态？第一个是百步蛇的生态，第二老鹰的生态，第三斑点的生态。请问是哪一个？斑点。哎呦，恭喜答对了！茂林区拥有全球唯二的蝴蝶越冬型大型迁移生态奇观之一，主要是由四种紫斑蝶在每年的11月到3月期间群聚在茂林区背风处的峡谷中。蝴蝶背影真美丽，蝴蝶姐姐。啊，就是这位我们茂林的蝴蝶姐姐。哎，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欢迎欢迎。来，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哦，你好。这是我们国家队的世界顶尖的球后，羽球的球后。哦，世界级的。对，这个也是世界级呢。哎，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啊，姐姐？当然可以啊。到底是有哪种？那个明雄很久没有来了哦，我要先跟你考试。啊，蝴蝶姐姐要给我们考试，要注意听喽。对对对。斑蝶在每年的11月到3月为什么会来茂林？好，第一个呢是因为季节要越冬，第二个呢因为这里很漂亮，第三个呢因为这边有美女。答案是哪一个？以上皆是啊。你好会做人哎，教练，但是标准当然不是这样子的啦。
不要只答一个，平胸。我给小戴。啊，小戴小戴，答对了，拍手。好，但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哎呦，什么任务？我们要你们去找我们帽里的四种紫斑蝶出来。四种紫斑蝶。对，所以你们要去找四种紫斑蝶，好不好？好。好，还有没有问题？可以告诉我们是哪四种？对哦，这很重要哦。紫斑蝶哦，在这边看起来都很像同一只，但事实上它是有四种哦。啊，但是怎么去区分搭呢？搭呢？没关系的，就是看它的翅膀。来念一个口诀哦，小指点一边，小指点一边，圆翅两边点，圆翅两边点，四四有三点，啊，四四有三点，还有一只乱乱点叫端子斑蝶，还有一只乱乱点叫端子斑蝶，很好，对，好，可以解散了吗？哎，分组了吗？哎，没，我们要分组就按照小袋组和林兄组，好，那我们一组，耶，好，好，我告诉你们哦，这个紫斑蝶哦，每天的早上八点起床，十二点下班，所以十二点以后你要看紫斑蝶哦，很少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赶快去找蝴蝶，好不好？好，解散。小指点一边，圆翅两边点，圆翅两边点，四四有三点。哎，那里很多呢。这个是小紫斑蝶，现在是八月份嘛，那因为小紫斑它体积比较小，所以它飞行的速度会比较快，那相对的我们体型比较大的圆翅啊还有端紫斑会需要更长的飞行时间，会慢一点，那大概十一月的时候全部就会聚集在这边啊。我们下面好多，好，下面好多，蝴蝶姐姐，那是这边有不同的花，所以才会有不一样的蝴蝶吗？它不一定哦，因为每一个花朵它的花期开的时间都不太一样。那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的高氏佛泽兰开花，所以你会发现几乎都是小紫斑蝶在吃。所以端紫斑蝶也是喜欢泽兰吗？是的，这个我们原住民名字叫做林苏鲁，林苏鲁，对，林苏鲁。那蝴蝶我们叫史蹦蹦，史蹦蹦，对，蝴蝶怎么说？史蹦蹦，蝴蝶喜欢吃什么？林苏鲁，林苏鲁是谁爱吃的？史蹦蹦。哦，那么厉害，你机会了。蝴蝶姐姐，你们有捕捉到吗？我们也不做到，哎，好多嘞！哦，这个是紫斑蝶吗？不要乱点了。不是，有没有看到它白点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这个叫做三线蝶。哦，这个是三线蝶哦。对，这个。哇，这个是吗？不是，这也不是。青斑蝶。是青斑蝶哦。对，所以啊，帽领蝴蝶非常多哦，不是只有紫斑蝶而已哦。来，那你们呢？都是小紫斑蝶。好像这个季节很多这个小紫斑蝶，对不对？是。那我拍的我们比较精彩嘛。今天我们还有别的。林兄，我们刚刚去那个找蝴蝶的时候，我们这一对啊很厉害呢，马上变成卢凯族。为什么？来，蝴蝶怎么说？史蹦蹦。史蹦蹦喜欢吃什么？李苏鲁。哦，厉害啦！哎，今天大家都有收获。我们这个蝴蝶姐姐教了我们这个，应该是茂林的他们卢凯族。为什么你们的这边的卢凯族跟平东的卢凯族话有点不一样？哦，
这个就是我们非常稀有的一个地方。嗯，哦，茂林区三个部落哦，今天这个叫做茂林部落。哦，你们明天要去万山部落，还有多纳部落，三个部落都是鲁凯族。哦，话都不一样，所以今天你们在茂林哈，哦，我们人跟人碰面一定要先问好。哦，所以茂林语的你好叫马吉姆苏。哦，你好，马吉姆苏。如果你什么他回你，你什么都不用听懂，你就说咦哟，咦哟，咦哟就是很好的意思。好，啊，他讲什么就是都咦哟就对了。哎呀，咦哟，我们谢谢我们的蝴蝶姐姐，谢谢，好，谢谢。哇哦，虽然我们来访时不是紫斑蝶群聚的冬天，但是我们依然在紫蝶幽谷看见了大量的蝴蝶。说茂林是蝴蝶的家乡一点也不为过，接下来等着我们又是什么样的惊喜呢？ George! George! 喂，你好。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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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我的好朋友帅哥美女。好，他叫戴姿怡。哎，经过了球的球后，带他的团队，他的教练，哦，就是舅舅。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他有他的秘境，听说是 VIP 级的秘境。待会大家去了那边的时候，会无法自拔，会自动的脱衣服下水去玩，还可以让你溜滑梯，还可以溜滑梯哦，溜滑梯可以，那个地方可以溜滑梯哦，是的，天然溜滑梯。我们裤子很薄哎，没关系啦，皮很薄啦，没关系吗？哦，那不啰嗦，那现在就走啊，走。从这边。我有关有树，对，随便。我有关有树啊，突飞而来的啦。走了，从哪里？从这里上去。加油！哎，然后走过去。摸钱拿掉，然后慢慢撸下去。哇！大哥。滑下去的时候，哎，有点蛮紧张的，这里有点怕怕的呢，有没有？嘉欣，速度有点快，你看起来好像水流好像没有很强。对啊，你脚下去的时候，真的会被带走，被冲掉。对啊，其实不要怕了，蛮安全的啦，选的地方根本不会受伤。好，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好，没有问题，再来一次。加油！精彩，小精彩，慢慢来。来，再见。Yeah!
我滑起天然滑水道，我们仿佛回到了小时候那天真无邪的年纪呀。接下来我带着大家在园区里体验了红梨面包 DIY， 我们一起做面包，共享完成的面包，在一起聊天唱歌，好一个轻松惬意的下午哦。园区主人大头做面包，夜间的德恩谷响起了各种动物的鸣叫声。这位生态旅游研究所的高材生大头要带我们去夜间探索，一起去看看我们能发现什么样有趣的动物呢？像我们的这个，来，我们的工具，手电筒，还有手电筒，对，手灯。好，等一下呢，我们导览的时候呢。找到两栖的动物的，你就拿一分；找到百步蛇，加十分；找到鳄鱼的，我们补送你啊。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任务了。OK，Go， 好 ，Go，Let's go， 去探险啦！好，越来越近喽。现在你要用你的耳朵。去听一下，现在有几只青蛙在这个声音里面？差不多300只。哦，大概几种青蛙？哇，好热闹哦！大头，来个。我现在抱着这一个，我在动这里，它是青蛙，它是乌龟啊！哎，它好像乌龟头哎！哦，天哪！它是乌龟啦！刚才那个呢，就是我们台湾的斑龟，哦，刚看到那个头抬起来那样啊，是台湾的斑龟，好，演唱会，演唱会，对对对，好，仔细听一下，对啊，这个是小雨蛙的，小雨蛙，哎，我看到蝌蚪了，蝌蚪，哦，蝌蚪，对，是虎皮蛙的那个蝌蚪，哦，虎皮蛙，找到蝌蚪0.5分吧，对不对？0.5分，我们都找这个没有分的，抱歉哦。台湾总共有36种青蛙，德恩谷这边至少有17种以上。哦，大头蛙啦，这个黑猛蜥是小雨蛙、日本树蛙等等啊。青蛙越多，代表它的水的多样性，它的水的这个包容性越高。因为尤其是日本树蛙，像那个虎皮蛙，这个虎皮蛙它台湾特有种，它的脚，它对于水池的要求也是一样，非常的高。那我们继续往上走，哦，动作可以做啊。看到了，那是虎皮蛙吗？小雨蛙，对对对，小雨蛙，都是小雨蛙。看到一个大的，来。大的在这里，大的在这里，不要踩到它，不要踩到它，没关系，这里有一只，这里有一只虎皮蛙，哪里？哎呦，这里有一只，哪里？这里有一只，这边，这里，这个头要拉住吸那里有一，那里有一只，哎呀，好老实啊，这里也有，好多，好可怕，看看，哎呦，好多，你看，这里好多，我发现好多。这叫拉肚西式刺蛙哦，啊，这个嘞，这里还有一样，这两个一样。那这种青蛙它，你看听到那呱，你看拉肚子的声音有没有？它就是拉肚西式刺蛙的叫声。哦，所以很多小朋友会叫它拉肚子吃西瓜，拉肚子这样子比较好记。哦，好，哎呦，这交配，你看，你会发现哦，拉肚西式刺蛙从国外的英国生物学家命名的，就是因为这些其实都是台湾原生种的这个青蛙，可是都是外国人发现的。
谁先发现青蛙，第一个发现的那个就可以由他自己来命名。哦，变大这样。哎，真的不怕你呢，你看大头，你看不怕生呢，你看。对，就是他可能在睡觉吧？他是不是耳朵聋啊？他耳朵有没有问题啊？他很薄哎。你们口渴了吗？你们有口渴？这水可以喝哦。这个是山泉水，山泉水哦。啊，我喝水都有人交五分哦。这里有一只什么植物叫做方德云斑蛛哦？你仔细看它的网子哦，这种蜘蛛网子不粘。这里，它屁股好大。那又不一样哦，这个叫做长脚蛀蛛，它的手很长。啊，长脚蛀蛛是不织网的这一只。啊，不织网的是偷懒大大的那个，它的手呢会去触碰它的植物，就是方德云斑比较小只的。啊，岩下鸡鬼蛛，这个蛛。这个蜘蛛很特别，它白天的时候把网子破坏掉，晚上的时候再织网一次。为什么？想一下，白天它怕光嘛，它怕被发现嘛。我刚才讲岩下鸡鬼蛛，我靠近它，它根本不知道我靠近它，那就代表说它的视觉已经退化了。它退化了，可是长脚蛀蛛呢？是它的手很长，对不对？它会故意抖那个网子。让他以为是食物，当他靠近的时候，他可能不是。啊，这都是蜘蛛，不错。是哦。所以他把网子破坏掉的目的，最主要是他要躲避他的天敌。哦。你看这个没有？你看这个长脚蛛，对不对？这里有一只蜘蛛，然后那里有一只奇怪的东西。啊，这是玉带凤蝶哦。哎，睡觉，手袋要加分了。哇，玉带凤蝶。它的屁股那边有白白的，有没有？但是你看它的翅膀有点破碎，对不对？对对对，代表说它是有一点点年龄。哦，蝴蝶，台湾黄蝶，哦，你看蝴蝶睡觉的时候它怎么样？它翅膀怎么样？合的。哦，对哦，我们刚刚看到那玉带凤的，它蝴蝶翅膀怎么样？开的。是开的，对不对？是合的。这有什么功能吗？就是它翅膀合起来就是打开。蝴蝶它的翅膀，如果你抓过蝴蝶，它有鳞片、鳞粉。鳞粉合起来，它可以保护它的鳞粉。那下雨的时候，如果它翅膀撑开的话呢，它会直接打它的翅膀，它的鳞粉就会掉下来。蝴蝶它必须四处去寻花蜜，所以它的翅膀不能被破坏掉。可是蛾类呢，就还好，就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它渐渐的演变成，就它的翅膀去把它撑开。可是蝴蝶呢，它就把它合起来，为了保护啊。哎，大头，是像我是台湾族啊，虽然我以前小时候，我阿公常常带我去深山里面，或者是去找一些猎物啊，可是他从来我不知道这些动物们的习性哎，你了解好多哦，就是你也是跟阿公学习的吗？还是父亲？其实原住民他理解台湾这块土地的方式跟。我们现在所教的生态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这个原住民哦的理解这个台湾这块土地的方式哦，他是用这种传说故事呢来教训我们下一代，说哎，这边以前有洪水，用传说故事告诉我们下一代这边说这边是禁忌。这个是不一样的一种方式啊，但是同样都是在保护这个台湾。我比如说像这个小鬼狐，我们原住民，我们鲁凯族打猎，只要一旦进到了这个小鬼狐，全部都不能再打猎了。就是动物一旦进去了这个小鬼狐，猎人就不能再追它了。我们也不能进去小鬼狐去大鬼狐去打猎，因为那是禁地。你只要进去里面打猎物，你的家族必遭厄运。听起来有一点点荒谬。可是你认真思考一下，我们的祖先用禁忌来保护大鬼狐，因为那个地方是孕育我们下一代的地方，孕育这些啊动物的下一代的一个地方，很重要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哦，原住民我们鲁凯族不能进去打猎。Be like
程的第二天，听说茂林国中已经号召数名羽球好手嘞，想跟球后一决胜负，哈哈，你们在开玩笑吧？是想亲眼目睹球后的英姿，向球后领教学习吧？听这歌声，难不成是赛前为自己鼓舞士气吗？
可惜啊，茂林国中队拼尽全力，终究不敌球后小袋队啊，但他们勇气十足，前景看好，再多努力，未来的球后就出现在茂林区也不无可能的哦。哎呦，好久没有看到你。接着，我们将前往万山部落，那里又将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哇，这里就是万山岩家的副科。哦，这是副科吧？哦，我有个问题哈，完了，跟原住民这些图腾，你像我们台湾族，你们如台族，我看这个岩雕里面落差蛮大的，这是年代的关系吗？没有年代的关系，因为你这个是年代久远了，它有很多的窗户会改变了它原来它要呈现的一些样态。哦，比如说它那个岩窝纹，有没有像我们那个肩带的那个玉纹？哦，对对对对，哎，那你觉得像什么？像我们昨天中午吃的，好像海菜。哦，海带吗？还是不是不是？啊，那个蕨类的，蕨类的，龙须菜、龟喵的那个菜，对不对？哎，有点像，它很像，对。马乐，我问一下，这个这么像外星人的？对，你看见的跟我看见的，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对，是一样的，有三个天线宝宝。哎，对，你讲那上面好像是他的天线，那个头顶上，那头那么大，不可能嘛？他应该是带着那个太空人带的那一个工艺一些设备。啊，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是发生在这么久远的年代？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产生？也让很多的这一些不管学者也好，游客也好，产生了另外一个所谓的地外文明的建筑。嗯，那这个地方那就脚印。这个是在二号岩雕里面所表现出来的一个主掌。哎，那二号岩雕它是不是还有一号或是三号的？哦，对，这个你问的问题很好，因为这个我们有四处的岩雕，那为什么会有排这个号次？是因为学者按照学者所发现的顺序，有一些发现都是去啊上厕所，这个蹲下来一看，哎，这里怎么有一块泥有？哦，是这样子发现，在无意之中。是啊，是啊。这个我有问题。好，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要在这个石头上面雕刻这些东西？它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是好问题。因为啊，传说归传说啦，那我自己的一个想象是这样子，会不会是我们的祖先把那一个地方当作是他的祭祀祭仪的神圣空间，而去做出这样子的创作，这样子的这个表现，是不是对天的一种敬谢？嗯。这是三叶立体模型哦，哎，你大概可以看来，就是说，这是从空中拍摄下来的那种，哎，对对对，地形，哎，对，俯瞰俯瞰的。现在的你万山部落是在哪啊？新的部落吗？新的部落，新的啊。我们现在的位置在的地方。那这一条是一三二线，啊，茂林在这里，哦，万山在这里，多纳在这里。那我们昨天去德恩谷在哪边？在这边。哎，然后呢？旧部落呢？旧部落，我们很近，在这里。你看很近哦，很近，在这里。哇，这里还翻山越岭呢。从这里到这里大概要多久啊？拉直线很近的。好，走多久？对啊，从这边到走到那边要用一个太阳。一个太阳。要一天啊，一天就。沿着这个溪，对，然后一直走。这个是现代的走法，以前不走溪，是沿着这个山下直走，然后过去。然后我们这边呢，马乐，请问那个线是什么意思？有不同颜色的线，就是好问题。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一条红色的线呢是线界。哦，是屏东线。屏东线在哪里？屏东线这里啊，屏东线的中南边，南边。请问你们祖先在哪里的？在这边，这边，
真的远啊，远啊，这么远，很远啊。对对，没有在这个服务，没有在这个范围里面。大家都终于见识到了这个冠山的岩雕，大家也知道这个，应该茂林乡的服务员啊，或是他们的村庄的聚落的每一个点，大家都知道。以后啊，你们来这边的时候都非常熟悉。我要去哪里？去茂林，茂林再上去就是万山，再上去就是多纳了。对对，好，接下来多纳，对，东南亚最高的吊桥。著名的多纳吊桥，其实这一个原址是在日据时代它就有的一个吊桥，哦，那现在呢变成一个观光的一个，它也是兼具了观光的一个功能。哦，来到这个我们茂林乡呢，一定要走访一下。想要走吗？想。哦，103米高了，那个羽毛球放下去，对对对，九层落地呢。来来来，我们来体验一下，走。哎，还有人骑单车，可以骑单车吗？可以哦，当然可以。除了汽车没有办法过，哎，没有办法过，可以部落的人可以骑摩托车。哦，摩托车只有仅限于部落的人。哎，对。哦，你们会怕吗？有没有惧高症？没有，没有吗？也高也好，运动选手应该是不太会有惧高症。哎，真的好高哦！哇。过去哦，它的这个桥板呢，只有两块，就是各20公分的那个桥板，哦，的那个桥面而已。哇，真是窄耶！那这样子，它摇晃度很大喽。哎，也很大。然后其实部落很厉害，骑单车也是可以骑过去。这么狭窄可以骑单车哦？对呀，那里就是之前的被冲垮的这桥梁。对，它这个是八八风灾之后，它做了一个不落墩的拱形桥。哦，拱形桥，对，没有桥墩啊，哎，没有落墩，没有落墩的。嗯，老师，这个山景特别。哎呀，你也看到这个，这个要有慧根呐，你就可以看得出它像什么。像什么？像什么？你们自己看一看，它像什么？山啊，哦，是山，我也知道是山啊。一个嘴巴，那个很有名的电影里面有一只那个星星放大版的金刚，金刚，对，金刚，哎，它就像一个金刚，金刚山嘛。你看那个悬崖的部分就是它的脸，你再看它这个是面向我们的，它是背部，哦，有看出来了吗？哦，我觉得它比较像大青蛙的背影，哎，也像，它也像，这是它的右后腿嘛，对不对？没有，有没有？它准备要跳的感觉。哦，所以啊，这个大自然里面啊，每一个人看得到自己。那个，我们要走到差不多桥中间的时候，可以看到另外一景，我们茂林的八大景，算是一个蛇头山吧，还是龙头山？哎，对，有一个有分大龙跟小龙。那我们再往右边看呢，就会看到龙头山。好，大家有看到那个就是龙的额头，那上面有个凉亭，有没有？那个是它的额头，它这个是它的吻部。然后它对面呢有一个龙珠，哎，所以它取名叫龙头山。在平常假日的时候，在溪底应该有蛮多人在做一些户外活动嘛，比如说烤肉啊。你如果有看到那个三三两两。永远低着头在那边看，看东西的，在找东西，找石头，对不对？就在找石头。这里有什么宝藏呢？那个叫做穷人的宝石，我叫祖灵的宝藏。等一下呢，到我们多纳去，你就会看到。哦。哎，米兄，
小奈，你怎么在这儿啊？马吉姆叔，哎呦，欢迎欢迎来到这里是多纳部落。李小，我们昨天在茂林哈，所以我教你们的是茂林语的问候语。今天你们来到多纳部落哈，多纳部落问候语叫做“喂我娘是”。啊，你们要回我。这个有点难。小平姐姐真是多才多艺啊，昨天带我们认识紫斑点，今天又带我们认识多纳部落的文化与美食。她介绍了多纳黑米祭文化，带我们吃遍了美味小吃。她就是用芋头粉，好不好吃？那行，这样。接着，马勒大哥亲自带我们体验了磨制龙纹石，这样在地美丽的工艺技术太充实了啦！部落的一乐上菜，来了！哦，有听到呢！哇，这是什么啦，一乐？南瓜上树。南瓜上树哦，对，那中间那个是什么？里面？里面是芋头。啊，芋头。哇，芋头南瓜啊，第二个呢？第二个是香蕉排骨汤。香蕉排骨汤哦。对，香蕉。哇，有香蕉吗？有。真的呢。刚采回来的呢。拍手。香蕉万岁，香蕉万岁。好，第二道菜是那个我们。部落的野菜，野菜，有野菜蔬果。哦，好，这道是猎人粽。哦，猎人粽。去打猎的时候一定要带的食物。好，这个叫做这个是什么做的？黑米的。黑米的。哇，这个。那个是烤鸡，那个是刺葱烤鸡。哦，伊娜真的是太有诚意了，那大家就赶快来享用吧，来到，哎，我们来先谢谢那个部落伊娜吧，谢谢伊娜，谢谢。哇，刚刚吃到之中，这味道已经炸了，真的很像海带。这个我们那天晚上有见到。对呀，对呀，我觉得你的眼力真的很好，记性也很好，你随时都在备战当中，我觉得一个高手。一个就是一个国际级的球员，就是脑筋都是非常清楚的。这两天来，我觉得我收获很多，但是我要先问问你，然后跟着我一起下乡，来下乡去部落里面去体验，部落的生活，或者是一些了解他们的文化传统。我想先从这个小戴开始，这两天的感想吧。嗯，我觉得这两天其实对我来讲蛮不一样的，因为平常都是在比较都市生活，比较少到就是山上啊，然后就是比较人比较少的地方，然后去接近大自然，然后去做藜麦的手工面包，然后还有那个放蛋糕，自己其实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制作过程，然后做完自己又可以品尝到，就是那个食材其实都看得到，而且都是非常的好吃。哎呀，回味起来感觉很甜美，对不对？对。哇，拜寿！哎，赖教练呢？其实我也觉得做面包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鲜的体验。嗯，虽然那个动作看昨天那个大头在做的时候非常的简单，但是实际上我们开始去操作的时候才发现每个。东西都有它的那个专长性在，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两天下来，在这个部落这样，我觉得这里的人都好热情啊！谢谢，思婷。我觉得
这次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到就是原住民部落去看看原住民的生活啊，然后体验这边的一些活动啊，然后像昨天晚上大头带我们去看那个生态的生态之旅这样子，就是以往在都市比较不会有这样的经验，或者是这样出去就算公园可能也看不到这些东西，就一定要下乡这样。然后我觉得大头厉害的是就是我们看那些青蛙感觉都长得差不多，可是就是他可以马上分辨出哪一只青蛙是什么品种，让我们看到就是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对，很好，嘉欣。这两天下来让我有点有回到小时候的那种儿时的感觉，儿时的记忆的，因为以前都是爸妈才会带我来这种部落地方，就是外面大自然的环境，接触这个像大自然的这种部落啊，这种像我们这么这个年代这种年纪的年轻人，应该很少会有机会来到这里。没关系，知道之后你就可以常常来这个高雄市的后花园，很近嘛，很近，真的部落里面随时都欢迎。感谢你哦，谢谢。在于我觉得这两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昨天去的秘境滑水道。滑水道，对啊，然后因为我们其实要来部落之前，我们知道会有玩水的行程，那我们团队都还蛮期待的。那我们昨天一看到哇，是这么天然的这个滑水道，然后就迫不及待想要去试试看。那其实小戴一开始会有点犹豫，他要不要去滑。那所以当我们第一次滑下来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快不快，或是可不可怕，会不会危险？那所以从他的眼中其实看到，他其实还蛮想要尝试的，就很像小孩子一样，对，我们就会鼓励他可以试试看啊。到后来他应该也有从中得到一些乐趣啊，谢谢，真的非常的开心啊。在我们用餐之前呢，我也很多很多的感谢，其实就是接到这个消息说哦，小戴要来参加这个节目，说哇真的很惊讶，然后就是也非常的惊喜，很期待真的这一天。哎呀，结果看到你们哇，一行有五个人，我还跟那个导演跟制作人说五个人要怎么拍哇，可是这两天下来呢，看到你们真的是非常 enjoy。 然后第一个我印象最深刻就我们去玩水的时候，哇，我看到你们一想到说我们要去玩水了，好耶好耶，马上就欣喜若狂这样，哦，好耶好耶。我觉得就从他们的那个表情上就已经看见他们是这么渴望接近这个大自然。我希望大家，如果你喜欢部落的话，就常常来部落里面寻找一些不同的灵感，或者让自己放手。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也欢迎大家多多来部落放松吃美食。Bye.